从来未惧过。哎呦，李白想抓我。哎呀呀呀，李白啊李白，我真的没怕过谁，好吧，就没怕过谁，我玩鲁班就没怕过谁，就这么这句话就放着了，适当的，对不对？你敢过来吗？敢不敢过来？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当然这是前期哦，兄弟们，这是前期哦，好吧。前期这个样子，然后如果说我们经济碾压起飞了，可以这样子。如果说经济不能起飞的话，就稍微就中一点的话，就得。你看他二级了，我们就不能那么跟他干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有个一技能，有个二技能，而且血很满，不能太烂。来，出不出来？打不打我？哎呦，狗我，来过来，就等你狗我。他心太崩了，他心太崩了，自闭了，这小子自闭了。自闭了，自闭了，自闭了。小伙子很血气方刚，狗到我他就想过来，对吧？这个没办法了，这人心里就这样，我技能丢中了我不过去，对吧？这残血的鲁班，可是我在等着他过来。哟哟，我怕过你吗？嗯，搞我，搞我，搞我，推你一手。黄呀，兄弟！哎，就等你狗我，够了我们的队友，菲菲你也得死，就这么说吧。我从来未惧过，对吧？我没死过，没怕过，直接就干你！哎，兄弟，哎哎 ，OK。我们在那一瞬间啊，进入他的大招里面了，他大招开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已经没办法了。那点血，如果他刚刚如果说不蛮开大的话，我可以直接把他爬死，因为我伤害很高，我经济比他们高。这就是烧卤班，烧卤蛋，这卤蛋是烧烧的卤蛋，对吧？有点烧味，很风骚。烧蛋，烧蛋！开始撤退。我们赶紧发育，没机会打架就发育，这个很关键。我就是看不清那个，看不清他这个被动，很烦。看不清这个扫射的被动，这个瞎瞎。眼瞎，这个皮肤我就看不清，但很多人说这个皮肤手感好，我觉得看不清就不好。一炮很舒服，痛吧，是不是很痛？墨子别头铁喽，一会儿得被收掉，我跟你说。哟，都在啊，啊，都在呢呀。不是这个，我这么秀了，队友都还不来的。一炮。不是，我都这么秀了，这个蔡文姬还不跟我，我都还一直是没辅助的吧，兄弟们。狗到我了，怎么样？给你一炮，对吧？很准。
他也不给我出个极印。这最不喜欢的就是队友都完全不把我当回事的。被控制了。哎哎哎，就这么吗？你就这么卖我了？大哥，我天秀卤蛋，然后的话你不给我出极影就算了，你直接卖我满满的血，你就直接把我给卖了啊？受不了，他满满的血不，我被冻住了，他直接就走了，也不给我口奶，他给我口奶的话我还能天秀。你是假的辅助吧？还是说你这他估计是跟那个韩信是双排的有一腿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一炮。不，这李白的大都不往我身上开的。小菜菜驴，这是个新手李白，有点痛。画地为牢，给了五个台阶。还是被冻住了，我被冻住了，好像个雕像，粘在墙上的雕像。不跟你们闹了，好吧，不跟你们闹了，不闹了，不跟你们皮了。这把辅助不保护我的，不然的话我还能够无限再杀个十个八个，那我不想杀了，直接一波了。辅助完全不把我当成射手的，不把我当队友的，把我当成了假的，你们知道吧？金牌下路。